头。对，快接。为什么要接骨头啊？等一下再说。我接到了。我也接到了。体育老师，你怎么不接狗头呀？接狗头？那么幼稚的事儿，我才不干呢。你不接，等一下你要倒霉了。能倒什么霉呀？开始扫描，开始扫描。你为什么不接狗头？我才不想接呢，我就不信不接狗头能有什么倒霉的事儿。消失。好。体育老师真的消失了呀？对呀，我刚才都给他说了，他不听我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接狗头啊？还不是又……糟糕糟糕，又来狗头了！赶快接！好，接！哎，我接到了。可是我接的狗头为什么和你们的不一样啊？对呀，老师怎么接的和我们的狗头不一样呀？那老师，估计你等一下就要消失了，因为我们三个接的全是黄金狗头，你的是普通狗头。啊，我可不想消失啊！开始扫描，发现普通狗头消失。老师怎么也消失了呀？我刚才忘记给老师换了。亚楠，你和老师换，你就得消失了。对哦，我怎么那么傻？我为什么要给他换呀？小西，那我们下次要接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看他等一下下什么吧。哎，又来了，这次接什么呀？怎么有人还有狗头啊？上两局接狗头，这局肯定还要接狗头。我接狗头，不行，我要接我爸。我也接我爸。哎，我爸怎么上来了呀？哎，接到了。你们两个接错了，这局肯定还是接狗头。我们知道要接狗头呀，可是我爸掉下来了，我不得不接呀。对呀。扫描，发现异常。你为什么不接你妈妈？要接妈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这局要接狗头呢。消失。哎，等一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刚刚不知道要接自己的妈妈。那行吧，下不为例。那好。哎呀，好险啊，亚楠，你差一点就消失了。那我这一次要加油。哎，下起源之力了。哎，我接。哎，这一下我接到两个起源之力。怎么接这么多？哎，土豆，你怎么没接到呀？这吓得太快了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我要消失了怎么办呀？亚楠，你接了两个起源之力了，你能不能给土豆一个呀？给我一个吧，亚楠。我不能给土豆，我上一局都接错了，万一我给他的话，我消失了怎么办呀？开始扫描，发现异常，亚楠太自私，消失。你亚楠接到两个也消失了，可能是因为他太自私，不懂得分享，所以才消失了。哎呀，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呀，不知道这次要下什么呢。这一次每个人要接一个起源之力和一个虚空之力。两个呀，快接。我接。哎，我接到了。糟糕，我只接到了一个起源之力。我也只接到一个虚空之力。完了，这下我们两个都没有完成，要消失了。我不想消失怎么办呀？你们如果不想消失的话，可以让同学们在评论区发送合力解救你们。哇，同学们，你们快帮帮我们呀！帮帮我们呀！我们不想消失啊！发送一下合力